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很多女生想要在家里打造好看的蜜桃臀，今天美就要教你用一条足力带就能多角度的刺激到我们的臀腿肌群。那这组动作我认为强度有一点高，很多动作中间是不休息的，跟着我一起挑战吧。这一组21分钟的居家运动，用一条足力带就可以打造好看的蜜桃臀，有些动作中间是不休息的。那首先我们先从动态的暖身开始，给我一个宽站的深蹲，让我们的膝盖跟我们的脚尖都朝外45度角，慢慢的做一个深蹲下去，重心在下方，接着往左往右慢慢的移动。前弯吐气，接着我们的右手打开，视线看向天花板，换左手，慢慢的起身，接着来到我们的侧身蹲，另外一脚尽可能是伸直的状态。很好，接下来直接套上我们的足力带，在我们的两腿中间，往左往右的轮流跨步，并同时做一个深蹲下去。那深蹲的时候，我们呼吸的节奏是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注意我们的膝盖不要内夹，持续的抵抗阻力带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动作中间不休息，直接给我一个慢速的深蹲。那我们蹲下的过程，你可以数个大约5秒钟，停在我们的大腿与地面成平行处，接着慢慢的起身。我要你感觉到大脑与臀部的连接。做得很好，我们直接来到瑜伽垫的底部，往前慢慢的走，怪兽的行走。那我们的重心一直维持在下方，身体不完全起来，往前往后的做跨步的移动。你会感觉到我们的侧臀肌一样，注意膝盖不要内夹，持续的抵抗。接着直接做一个深蹲的停留，20秒的时间，屁股可以不用完全的下去，大约停在半空中。你还有10秒，我知道你的大腿在尖叫。Let's go， 来3、2、1，很好。接下来是足力恰恰，你可以先从右脚或左脚开始。让我们下方的脚作为一个稳定的支撑，上半身可以稍微的前倾，让身体保持稳定，不要晃动，后脚做一个往后方或侧后方点地的动作，点出去的时候可以快一点，回来的时候感受它。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换边。我们身体都是保持稳定的状态，感觉到我们的臀部。最后3、2、1，非常好。
20秒的休息时间。那接下来我会需要你准备一张椅子，那我们先坐在椅子上，待会我们会做单边的阻力开合的动作。我们可以先从右脚开始，让我们的右脚往外侧打开，接着慢慢的回来。保持专注。好，我们直接换边，30秒。接下来直接做双脚的阻力开合，两脚直接的打开。打开到极限的时候，可以稍微停留1到2秒，再慢慢回来会更有感。你的身体可以微微的前倾，臀部的感受会更好哦。来倒数，那待会我们会直接做一个停留，停留在顶峰处20秒的时间 ，hold 在这边，保持呼吸吐气，屁股超级有感，最后的5秒。还不休息，我们直接起身，做慢速的椅子深蹲，慢慢的深蹲下去，直到你快要碰到椅子，直接往下坐，再起来吐气。注意我们的膝盖是保持稳定的。屁股非常的有感，我知道。最后的5秒了，休息20秒的时间。接着把我的椅子拿开，我们会来到足力的分腿蹲。上身可以微微的前倾，保持身体的稳定，直接做一个下蹲。那如果你的足力带太紧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往上推一点，让我们前脚的膝盖跟脚尖都是朝前的。下蹲的时候多一点点，可以更感觉到臀部哦。好，待会我们直接不休息，后脚直接做一个后踏步的动作，上半身都是保持稳定的，骨盆是正直的。最后3秒，2、1，我们还不休息，直接给我彩虹的分腿蹲，我们的后脚往左往右的点地，点地完可以让我们的后脚微微的起来，身体都是保持稳定的。这个动作更刺激到我们的臀中肌，我们的侧臀肌。
最后一下，让我们的后脚稍微的起来，抬脚的停留。我们的两手可以向前延伸，使身体保持平衡。背后五秒，太棒了！那我们一脚做完之后，待会直接换脚。Ready, go.最后的六秒钟，还记得吗？蹲回的动作不休息，直接做一个后踏步的动作，尽可能的让后脚往后的延伸出去，下方的脚是稳定的，身体不刻意的晃动。彩虹的分腿蹲，可以的人下蹲之后，帮我的后脚做一个微微的停留在半空中的动作。接着我们的后脚微微的抬高，我们的上身微微的前倾出去，停留在这边最后的十秒钟。太棒了，休息一下。接下来会直接来到我们的 clamshells， 让身体呈现一个侧躺的动作，让我们的两脚是弯曲的，你会像一个蛤蜊一样打开我们的膝盖，但我们的两脚是合拢的哦。膝盖外旋的时候，感觉到我们上方的臀肌，停留在顶峰一到两秒，慢慢的回来。倒数三秒钟，我们不休息，让我们上方的脚是呈伸直的状态，直接做抬脚的动作。尽可能的打开我们的脚，如果你的阻力带比较强的话，可以向上推一点点。屁股开始有感了，加油！来，接下来我们马上换边，蛤蜊的开脚，膝盖外旋的时候可以快一点点，回来的时候慢。
直接做抬脚的动作40秒的时间。最后的五秒，3、2、1，非常棒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呈四足跪姿，来到我们的驴子抬脚，先做40秒的时间，将我们的后方脚向上的做踢腿，停留下，慢慢的下降，要注意我们的核心收紧，不要刻意做拱腰翘屁股的动作。挤压我们的臀部，感受它。最后的十秒，那接下来我们会做彩虹的抬脚，往左往右去做抬脚的动作。最后的五秒，那待会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来到鸟狗的停留，让我们的后脚跟对边的手一起的抬起，接着慢慢的回来，吐气，让身体是保持平衡的。这个动作也会刺激到我们的核心，考验到身体的平衡度。已经来到训练的90%，做到此刻的你，你已经即将攻顶，跟我一起完成最后的组合，直接换脚进行。倒数三秒，我们直接来到彩虹的抬脚 ，Go！ 保持我们的核心收紧，用我们的大脑连接我们侧边的臀部肌群，加油！撑下去就是你的了。倒数五秒钟，直接来到鸟狗的停留 ，Go！ 手跟脚抬起的时候，吸气，回来的时候做一个吐气的动作。最后的五秒就结束了，3、2、1，
非常棒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组合。刚刚大家坐到中间，是不是跟我一样一度很想放弃？因为屁股的酸感实在是太剧烈了。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